一套送对面下去如何？这次我的闪现绝对不能逃跑。WR 火箭要带闪现，我已经口诀念在我嘴巴里面了，我不可能会失误。我们记住了。符合我们跑得快、跑得快的角色呢？我们想想，嗯，好像真的没了。嗯，你看，将来把计算机呀。嗯，要玩 AD 的，嗯，打个近战透过拳应该不错。重出江湖，才没有重出江湖呢。现在的上路已经变成不是斗士都很难玩了，玩这种角色都变成勾当专用的。有些人觉得为什么前阵子上路都玩那几只啊？那是因为真的只有那几只强，其他都很废啊。像这种法师上路已经不太能玩了。哇，这个手好长啊！好了，队友马上打出国际语言，加入输一半 CS。还好我是勾当账号，还好我今天一开始玩是勾当账号。要是我认真玩，遇到这种队友，我还不中风。干你娘零一零零二零零三零！啊！干他妈被他顶回来，是他运气好吧？肯定是他运气好吧，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刚好是吧？一定是他运气好吧。新年快乐主播，新年快乐，感觉我蛮强的，不是我的错。biu biu， 直接半血。沙子跑到东去了，欸，我队友真的是极致勾当啊！除了我以外，没有赢。你看看对面战机51412080，爆打剑魔就是我儿子，宙斯笔记中。哎呀！艾希呢？不知道。哇！怎么不见了？他消失了。哎，他消失了，我打那么痛，对面直接消失了。再来，怎么是我在 carry 啊？哎，不是我不是在勾当，怎么变成我在 carry？ 这简直莫名其妙的事情。破中破中。好菜啊！
这个妮可可以玩，上路打近战的时候可以玩，冰剑给他杀下去，射了，快射，冰剑杀下去，是啊，对面也太废了吧！对面会不会强一点啊？我不想赢。靠背啊，很努力。都来了，还是有人在逛街，那没办法。怎么这么多？怎么这么多？一波一波一波 ！AD 已经达到神的境界了，然后居然还有人执迷不悟。快要二年了，胖叔叔潜水还真厉害。潜水挺好玩的，潜水挺好玩的，而且我本来就蛮会游泳，所以其实潜水挺好玩的。就把他出个惊人啊，要不然那个没得玩啊，被抢了，差一点就被抢了，好好笑。哎呀，那个没有惊人，没有得打这只啊，那叫什么雷可斯哦，我这一波完美大闪。直接逆转，可以打一千多滴啊！切！为什么那个维克斯啊丢那么准？他是开外挂吧？他那个矮也太准了吧？用美发必中啊！我怎么走他都丢得到我。打我！啊，你输不了，好废哦！哎，狙一下啦！输不了。我等一下 ，WR 火箭腰带加闪现 ，WR 火箭腰带闪现，完美 combo， 一套送对面下去，如何？这次我的闪现绝对不难逃跑 ，WR 火箭腰带闪现。我已经口诀念在我嘴巴里面了，我不可能会失误。
定住了。不知道，我吃恐惧了。太关键了吧，关键恐惧。原地下到。要不然他真的死了，刚刚对面那波真的就。我今天请他们吃屎。艾希在挑战超神级一点。成功，死了17次，打20000的艾希，已经被错三把了，不可能第四把吧？我觉得三把完后应该这把会赢，我觉得这把会赢。你骰硬币，连续三次骰到正面，下次一定是反面。WR， 火箭腰带加闪现，这次我的闪现绝对不能逃跑。我已经口诀念在我嘴巴里面了，我不可能会失误。